Hello， 大家好，我是本萌霸主妹，祝各位新年快乐！全新机动区域和 Weekendy 雪地更新 ，Sandhawk 地形调整，还有全新的工匠通行证，更多内容欢迎霸主妹一起踏进 21.2 更新项目与探究竟吧。首先，相信各位生存者都开始熟悉全新的 Weekendy， 现在是时候迎接暴风雪区。这个全新区域的运作方式和其他危险区域很类似，闯进暴风雪区不仅会让你受到伤害，还会降低你的移动速度和能见度。也会妨碍到你利用声音判断方位，载具在暴风雪区也会很难控制，小心移动别被困在暴风雪区哦。全新多重空投隆重加入 Weekendy 地图，和 Tego 一样，多重空投会生成包含弹药、配件和武器等丰富物资。现在生存者只要找到密室钥匙，还能开启 Weekendy 地图各处的密室，搜刮更高级的战利品。提到 Weekendy 地图上的新物资，现在雪地里还有维修套件在等着你。维修套件包含护甲、头盔和各种载具的维修工具，只要装备没有完全损坏，都可以随时修理。记得多带点维修套件在身上吧。这次更新在 Sandhawk 地图中新增了额外的桥梁，扩大了沙漠地区，还调整了水深以及岩石和树木的分布。生存者还可以在 Sandhawk 的洞穴和岩石地区中找到新加入的伤神器。更多有关地形调整，记得查看更新项目21.2更新报告啦！全新工匠通行证即将登场，陪你欢庆春季的到来，大家敬请期待。还有超级多更新报告，一次讲不完，大家快去看21.2更新报告吧！21.2即将来袭，穿上春季最亮丽的衣服，再带上维修套件，前往 Weekendy 雪地。不过得小心，偶尔会出现可怕的暴风雪区。祝各位好运，我们直接战场相见，拜！안녕하세요펍지 PC 콘솔인게임 PD 김태현입니다네저희준비많이했는데요비캔디다시태어난비캔디플레이많이해주시고많이많이사랑해주시기바랍니다따지따리친관쓰지想找队友组队台港发明音快速回报问题吗？台港澳专属官方 Discord 隆重上线啦！现在加一波丰富好料等着你。各位生存者记得要订阅、按赞并开启小铃铛，分享给所有热爱绝地求生的朋友们，才不会错过霸主妹带来的最新消息哦。